有人敲门，快给你开门，看谁来了。我听到咱家里怎么来了一个大怪兽啊，宝贝啊！没事，别怕。你看妈妈这里有枪，妈妈对着这个大怪兽，棒棒棒棒棒棒棒！你看大怪兽被我打倒了吧？快，赶紧把快递拿走，宝贝，快点，把快递拿走，抱走。我们来叫姐姐来拆快递吧。来，这有一个好大的快递，我们把它拆开看里边是什么呀？来来，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呀？哎，哇哇哇，是个大瓶子。我和丽丽一人一个。哇，是个大酒瓶啊，好漂亮呀！这个瓶子上面还有一个盖儿呢。哎，这都打不开呀！哇，好漂亮呀！拆开吧，先拆姐姐，是拆你的。我和姐姐一块拆。那拆吧。好。看看姐姐那个是什么呀？咦，怎么打不开呀？啊，打不开呀，那怎么办呀？小朋友们，你给我加物力吧。那就能打开了。快快快，打开试试，看小朋友们能帮你吗？打开看看这里面是什么呀？这是。哇，小妹妹这个打开了，奔下来看里边。哇，看看小蜜这个里边是什么呀？这是，哇，有一个小瓶子，有两个小瓶子。魔法棒。我看，哇，还有一个魔法棒，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打开看一看。哇，这个应该是一个水晶泥。等等我呀。这里面是什么呀？撕开看看，宝贝。妈，你看我这也有个瓶子。哇，你跟妹妹里边是一样的。我们把它装组装起来。对，把你拆的这个，咱们都倒这个瓶子里看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天哪，姐姐怎么都搅和一块儿去了？还有水晶泥。哎，这是什么粉？粉。哇，这是闪闪亮粉。还有一个是什么？哇，还有小亮片儿，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最后一个是什么？亮片。也是亮片儿，是不是？然后把水晶泥放里头。啊，把水晶泥再放到里面，是不是？对。再加一点水。这里还有一个。再把它挤到里面，是不是？接好了吗？挤好了，再用咱的魔法棒把它搅拌一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搅拌完了以后再装到杯子里，是不是？是。哇，姐搅拌的成泥儿了。刀过面呢，你在这儿。